你们选择是拍长得还丑的，还丑的还不能拍是吧？丑的就不买呗。丑的就不买。长相不好看就不买是吧？对。哦。因为买了卖不掉啊，别人也不要。头发再好都不买。就比方说你要买个你要买个头发的接你头发。哦，别人在买你的头发之前会看那个录像是吧？对。哦，哎，他买头发就看那长得怎么样。对。头发跟脸型没关系吧？头发跟脸型没关系，但是要形象好的才有。长得漂亮就行。长得漂亮就行了，长得漂亮一点、头发短一点的都卖得掉了，但是长得丑，头发超好，头发再长都卖不掉了。那我头发。嗯，对。我想你把头发弄了，结果你来搞漂亮的，再来。哎，对对。他是要把脖子扬起来，扬起来的那种。一般那种不洗的，就是那种出门的时候洗的，或者是上午洗的，就下不来的那种。一般头一天晚上洗的，一般都要洗一下。我送那个洗脸就够了。但有些多久没洗的，有些女孩子原来哇三四天都没洗头发的，还这样。好，拍张照。等一会儿，等一会儿。会啊，保存不好，保存不到就会变质。就你接在别人头上，就你的头发哈，因为没有营养供给了噻，它如果风吹日晒的，它大概就只能够管保养的好的管它半年，保养不好的就得管三个月。自己还要自己保养啊？对呀、他们这买来都是用来接头发还是用来干嘛呀？接。用来接的吗？嗯，主要是用来接的。还有些是买来自己说假话的呢。摸拉腿的呀，手头已经算，表示已经算比较好一点的了。手头想啊，扬头扬头扬高一点，扬高一点。其他的蛮像的。哎呀，我的天，那个好天气啊，要不然再冷点呢，会结成雪子。嗯，不要让它扒流，让它扒咸了。这照片只会给买的人看吗？是，不买给他看做什么？肯定要给买的人看。化了妆的，放心吧，跟你本人差距蛮大的。好，主要是拍前的时候拍后脑勺，主要拍头发，脸都曝光了。一般会给他们看一两张漂亮的正面。那就不会给他们看了，因为正面看多了，看多了漂亮就觉得不漂亮了。是，人都基本上没有。怎么看健不健康？就看这个光不光滑噻。我们这处的近的看得到，你怎么看得到？你都看得到没有的？你们都是这样子的，这肯定是那个样子。他是这样子包起来的呀。
送我跟你说的不一样，走吧。那你们这房子是租的还是买的呀？买不起。这房子多少钱？2000了呀？3000。3000？3000也可以啊，上下楼哎，不保定。嗯，有点贵。这不是50平米吧？应该。一层也就40平。还不光物业有点贵。一厘米长。物业费也高，可以去年。嗯，对，一米那个出数。你们这里算商业的还是居民的？比居民的要高一点点，他连剪刀都没拿手上。我蛮紧张的。可以理解你们。一般给你说的什么话，你肯定会给你讲什么话，是不是？嗯，可普通的一厘米左右。嗯，不找麻烦要不是。是啊，他后面就是有点塌。头皮蛮白啊。几乎就贴着头皮，那剪男还是能短吗？可是别人理发店不是这样剪的呀，理发店里面也是这样剪的呀。我看过别人头发的，我不是剪，只要男生推是推的呀。如果头发很少的话，他就不推；头发多的话，你说你推一边的话好，如果两边都推怎么打呢？长一点，怎么叫推一边呀？那么厚。有水吗？有水，去洗一下吧。洗一下，洗一下再修。你再给你看一看，每人你送我跟你说的不一样，是吧？你不是说的这个女孩子吗？你看一下你的姐妹。没人这样撕我失去吧。那种短的也人家也说吗？我们就是短牛奶，我们按100-100卖。管他了，管他要不要，反正我们的保证是100就行。现在还不能高，你至少得长一个月的时候再弄。现在也不怎么高，也是蛮丑。反正你看吧，如果长的话好看的话，可以不用剪。不用剪就好。你夹我先看一下。因为有时候剪了刘海之后。夹我看一下，我再觉得剪不剪出来。自己不好吹。刘海不好夹啊。
嗯，自己也不好。这里给你看一看。碗的后面可以，碗的后面现在都还蛮流行这样碗的后面的。现在很多女孩子直接多，你这直接很近。然后那个柜子还背在后面，哎，对对对。好，先穿一下。穿我穿个婆婆。拿着拿着头发，你看一下。婆婆，婆婆倒不像，就。嗯呀，好，回头看镜子。来，我要去称一下。在楼下。今天拿过下去了，他慢点，都可以吧？后面不需要再减一下哈。要，我也称一下。慢点下哈。哎呀，什么声音？